这里转职。恭喜转职圣骑士，请对光明之神献上你的忠诚。圣玉素，这真是让人意外的一幕，音乐竟然在职业学院以外的地方转职了，是刚刚那个卷轴的功能吗？形势真是瞬间扭转，公子精英团不得不再次面对满血满状态的铁桶阵。撤回来，鱼要隔开你们，你们别围杀，简直像是出老千啊，辛苦耗了半天白打了。牧师脱离大部队，其他人深陷盾阵，他们能不能挽回劣势？盾卷轴，他只是个普通玩家，怎么会有这些测试服的东西？老大，我掌心的剑记录着永不放弃的信念，荆棘的细胞让现实能够热血，愿自己和剑一路前行，中梦的残月，执念如同灵，在那个世界蔓延。我不再沉默，也不再反驳，快意之争何惧难修仙交错，让炽热的火做天使的我，无惧任何风暴漩涡。当流星划过，爱恋穿过苍穹，等待到主题情歌如何翻涌，从没改变初衷。当流星划破，爱恋穿过苍穹，等待到初级青铜如何翻涌，突破规则的束缚，从始至终从没改变初衷。当流星划破，爱恋穿过苍穹，等待到初级青铜如何翻涌，突破规则的束缚，从始至终从没能改变我的初衷。千里一醉，应对为善，分不了神。自己在，算无伤。去找公主。快，我们能撑住。哼，我就不信你不回来救人。千里一醉后撤，不仅是为了回血，更是为了保护落单的牧师。毕竟对方的刺客确实非常棘手。但同时斩无伤跟见鬼需要支援，不然他们随时可能出局。怎么样，距离够吗？还差一点，视线也总被遮挡，治疗法术根本扔不过去。没时间慢慢找机会了，你先回去帮忙。可是不像会盯上你。只要他没秒掉我，我就能拉回自己的血量。我的技术放心。天降火轮，如你所料，千里一醉回来了。就算是他。